折纸，折纸好好玩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密瓜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优哥姐姐。小朋友你们看哦，这是一张扁扁的纸，但是它等一下会有神奇的变化出现哦。你们一起帮我数到三哦。准备，一起数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鼓起来了！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折的纸气球。太神奇了，只要用一张色纸就可以折出纸气球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大家一定很想折吧？那赶快跟着哥哥姐姐一起玩折纸，折纸好好玩。第一个步骤，把色纸对折成长方形，再对折成正方形。接着打开虚线的地方，变成三角形后压平。翻到背面，一样的方式，打开三角形后压平。接下来下面两个角向上折，两边角再往内折，上面的三角形往下折，把角放入开口里，翻到另一面，两边角沿着虚线向上折，两边角往内折，上面的三角形往下折，一样的方式，把角放入开口里面，最后撑开四个面就完成了。赶快一起来折神奇的纸气球吧！小朋友，我们先把色纸拿出来。那第一个步骤呢？我们先把正方形角对角变成长方形。好，我们让有颜色的在外面，所以你可以挑一张你觉得色彩很漂亮的色纸，或者是可以有很多花纹的色纸哦。好，我们放到桌子上，用我们的手压一压，然后对折。把它折起来，就会从原本大的正方形变得像这样小的正方形。没错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拿这个方向，然后手指伸进去，它就会出现一个口袋哦。小口袋。小口袋打开来，然后把中间上面这条线对齐，下面这条中间的线对齐好，把两边压平。好。两面都做同样的动作哦，我们先赶快来做吧。好，就会发现我们把小口袋打开之后呢，就会出现三角形，压一压，两边的边线把它压平，就变成一个三角形咯。那我们赶快下一个步骤，把三角形的角像这样子往上对齐，中间的折痕往上，另外一边的角也是往上，像这样子。我们四个角都要做这样的动作，我们赶快一起来做吧。哦，原本三角形，接下来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形状呢？对呀，小朋友可以看一下你的三角形的角往上折之后变成什么形状呢？折纸真的很神奇哦，变成正方形了。没错。然后呢，把旁边的这个角折进去，对齐中间的线，就会出现这样的形状。四个边边都要做出同样的形状哦，我们一起来做哦。好，我们放到桌子上，把四个角都往里面的中心线折，这两边折完之后就翻过去折另外一边，折出来呢就会变出这样子的形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朝上面的这个尖尖的角往下折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把上面这个尖尖的角对齐边边，这样折下来，一样翻到背面也是做一样动作，赶快一起来做吧。那我们赶快放到桌子上，好，把它往下对齐边边的角，压一压，往下对齐边边，压一压。我完成了，我也完成了。小朋友，你有完成这个步骤吗？看一下有没有都压对哦。好，所以从侧面看呢，这边就会有翘翘的，像翅膀一样。现在呢，这个翘翘的角啊，我们要先把它朝上。往上都把它拨好，
然后呢，我们刚刚折进来这个三角形呢，这里就会有一个洞，用手指头把它撑进去，撑开一下，然后用这个我们刚刚折下去的这个三角形插进去，把它放好，收进去，把它收进我们的小口袋里面哦。对，把脚收进口袋，四个脚都把它收进口袋里面哦。另外一边也是。对，把小口袋撑开，把脚放进去，放进去，四个脚放进去，我们就会变成这个形状，就像是我们要把东西收到口袋里面，所以都要收得很整齐哦。所以从侧面看，原本翘翘的脚都不见了，都收到口袋里面去咯。小朋友可以检查一下哦，我们翘翘的脚有没有都收进去。好，我们把气球撑开变成十字，小朋友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有一个小洞，另外一面转过来，这边是没有洞的哦。所以吹气球的时候记得要朝洞的这个地方吹哦，有洞的地方，这样气球才吹得起来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吹气球吧。好，小朋友们一起数一二三哦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哇，鼓起来了！哇，我气球好大颗哦，豹纹的气球。换我，换我，好，换你哦。好，准备了，小朋友找好有洞的地方哦。好，一二三，再大力一点，完成。小朋友，你的气球有没有跟我们一样鼓起来呢？哇，如果鼓起来的话，我们的气球就完成了。第一个步骤，把色纸对折成长方形，再对折成正方形，接着打开虚线的地方，变成三角形后压平，翻到背面，一样的方式，打开三角形后压平，接下来下面两个角向上折，两边角再往内折，上面的三角形往下折，把脚放入开口里，翻到另一面，两边脚沿着虚线向上折，两边脚往内折，上面的三角形往下折，一样的方式，把脚放入开口里面，最后撑开四个面就完成了。邀请我们嘉禾还有佩颖跟着我们一起来折纸，欢迎嘉禾。大家好，我是嘉禾。还有欢迎我们的佩颖。大家好，我是佩颖啊。现在赶快跟着我们来折纸吧。那我们先把色纸拿出来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把正方形折成长方形，记得脚对脚，像这样子对齐好，对齐好，然后压一压，放到桌上，把色纸压平，这样我们正方形就会变成长方形。长方形，那接下来像这样子折正方形，变成小的正方形，折成正方形之后啊，我们也可以再压一下，压得更紧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到下面这里，找出第一个口袋，把口袋打开来，中间的这条折痕对准下面的这条线，对齐好，把它变成三角形。好，翻过来之后呢，这一面也是一样，找出一个口袋，上面的折痕对齐下面的线，压好。这个部分呢，小朋友应该会觉得比较难一点点，对，所以也可以找大人一起来帮忙你哦。哇，小朋友看一下哦，你有没有折出像这样子的三角形？那我们这样子稍微倒一点点，看一下有没有两个口袋呢？有，有，都有吗？嘉禾也有两个口袋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用三角形旁边这个角往上对齐中间这条折痕，
像这样往上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，往上对齐好呢，我们就把它压一压，四个角都要一起完成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完成四个角吧。嗯，虽然是重复的动作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更有耐心。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哇，优格姐姐有四个角喽，你们有四个角吗？有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把旁边的这个角往中间这条线对齐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往中间这边对齐。好，所以我们翻过来，一样重复刚刚的动作，一起来做。我们摆到桌子上，对齐中间的线。哇，那呢，我们现在的纸啊越来越厚了，小朋友要用力一点，才可以折出漂亮的气球。嘉禾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我们两个有没有长一样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跟我一样，把四个角都收好了？完成好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尖尖的角往下对齐旁边这条线，对齐好，所以把上面的这个角折下来，对齐旁边的这条线，平平的，四个角都做重复的动作，一遍折完之后再翻到另外一面，把它折下来，往下折。嘉禾折好了吗？折好了。折好了。佩颖呢？我也折好了。也折好了。优格姐姐也折好了。那小朋友，我们可以检查一下，我们刚刚呢原本尖尖的角有没有都往下，像这样子往下折好了呢？有。折好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收到口袋里面咯。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角都往上翘，再翘回原本的地方。这边有一个洞，我们把手撑进去，伸进去，然后把它撑开来，把上面的角弯下来，收进去口袋里面，像是把东西收好一样。下面也是一样哦，我们把四个角都一起收好吧。好，小朋友可以慢慢来，撑开之后呢，把尖尖的角给收进去。优格姐姐呢，都把我尖尖的角收到我们的口袋里喽。你看，这边都收进去了。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有没有都把你尖尖的角收到口袋里了呢？有。收好之后呢，我们把这边合起来，这边打开来，合起来，这里打开，转过来，另外一边合起来，这里也把它打开，十字的，有没有把它拿成十字的样子？接下来这个动作就是要吹气咯，最重要的了。嗯，那小朋友们看一下哦，我们呢有两个尖尖的地方，有一个尖尖的地方是像这样子，是可以吹气的，因为它有洞。那我们另外一边，我们看一下。它呢就是合起来的，这边呢就是不能吹气的哦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呢嘴巴要对准这个洞，吹气之后呢，我们的气球就会嗡鼓起来了。鼓起来了。嗯，好，那现在哈密瓜哥哥跟嘉禾先来吹气。好，我们帮你们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数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哇，嘉禾的鼓得好快哦。我的比较大颗，对，所以我要吹更多的气在里面。嗯，小朋友呢，如果像这边呢，有时候你吹气吹不进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稍微手撑一下，它就鼓起来了。对耶，哇，嘉禾，我们来把气球展示一下。哇，鼓鼓的。我们两个气球都是鼓鼓的哦。换优格姐姐你的。好，没问题，换我们两个。还有配音的。准备，我们先拿好。那你们换你们帮我们数一二三。好。准备哦。好了。一二三。加油哦，优格姐姐，你的鼓得好快哦，好鼓哦！佩颖的气球很小颗，可是好可爱哦。对，很可爱。那我们展示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气球，哇，都好可爱哦。小朋友，你们也可以吹吹看，你的气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样，也是这样子鼓鼓的、圆圆的一颗哦，像正方形一样。对啊，那如果呢吹一次还没有吹起来，我们就吹第二次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那我们的气球就完成啦。第一个步骤，把色纸对折成长方形，再对折成正方形，接着打开虚线的地方，变成三角形后压平，翻到背面，一样的方式，打开三角形后压平，
接下来，下面两个角向上折，两边角再往内折，上面的三角形往下折，把角放入开口里，翻到另一面，两边角沿着虚线向上折，两边角往内折，上面的三角形往下折，一样的方式，把角放入开口里面，最后撑开四个面就完成了。气球都完成了，小朋友，你做了几颗纸气球呢？哇，我们刚刚呢自己完成了一颗，另外呢我们又多折了好多颗气球。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。有球，那我要来玩投篮。那投篮需要有什么呢？篮筐。好，那我们的篮筐就在这里。哇，准备得很好，那我们要来玩游戏咯。等一下看看谁的球可以投到篮筐里面最多颗哦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到篮筐，我们现在到游戏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把自己的球带着。我的球来这里。我的球在这里。那呢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有刚刚自己折的一颗球之外呢，我们现在有多折了五颗球，所以我们一共有几颗球呢？六颗球。好，所以一个人呢有六次投篮的机会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看看谁投的最多颗哦。好，那谁要先？谁要先？那你们女生先。女生先，好不好？女生先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佩颖先。佩颖加油哦！预备。开始，加油！哦，小力一点，再轻一点，再轻一点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！第一颗进了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哦，插板得分，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啊，差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所以我们佩颖进了几颗？三颗球！哇，我们帮佩颖拍拍手，佩颖进了三颗球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好，换嘉禾，换嘉禾，北，开始。哇，第一颗就进了！哇，嘉禾怎么那么厉害啊？而且嘉禾丢的好轻松哦，连续进哎！哦，再来最后一个，再来一个啊！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算一下哦。嘉禾呢，一颗、两颗，所以嘉禾一共投进了几颗呀？三颗。好，平手，平手，换我们哥哥姐姐对决了。我们来看看谁可以丢比较多颗。那我们哥哥姐姐要远一点。好，可以吗？哈密瓜盖 ，OK， 哈密瓜盖可以吗？我小时候就是神射手啊。好，那我要远一点。好，好紧张哦。好，那你要先还是我先？我先好了。好，你先，你先。好好好，我先，我站在这边。好，准备喽。我大颗的要放在最后面。开始。真的呀？我是神射手。你们帮我喊，我是神射手，一二三，我是神射手。再喊一次，我是神射手，他是神射手，你是神射手，一二三，他是神射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，哈密瓜哥哥投进了几颗？一颗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是我其实我以为是比赛，看谁掉在外面最多颗啦。换我。好，换佑哥姐姐。佑哥姐姐，你要跟我站一样的地方。好，跟你站一样的地方。那一样呢？我要把我自己这一颗最大颗摆后面。好，没问题。我的王牌。好，那你们帮我数一杯开始。我们数一杯开始哦，一二三，预备，开始。我是投篮王。没有，你不是。小朋友帮我说，我是投篮王。一二三，你是投篮王。
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突然觉得我不应该把篮筐推这么远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再说，一二三，我是陀螺。优格姐姐，你还剩三颗的机会，你要加油哦。好，好，我瞄准了，一二三，我是陀螺。我们一起说，优格姐姐。加油！一二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谢谢你们加油，这颗一定会进的，相信我。还有两颗哦。一、二、三，我是陀螺娃娃。耶！还有最后一颗。拜托拜托，你进你进。好，你是拜托我进吗？对，你进。啊，好，准备喽。好。一二三，我是陀螺娃娃。我们 give me five 一下， give me five， 我们一样都进了。我们两个也是平手，一颗。好，其实这个折纸气球啊，非常的好玩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折很多颗，跟你好朋友一起来玩投篮的游戏哦。而且哈密瓜哥哥没有篮筐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只要准备一个桶子或是篮子，都可以来玩投篮的比赛哦。很好哦，那下次再跟着哥哥姐姐一起玩折纸。折纸好好玩，我们把球捡回来，再来玩一次，再比一次。预备，一二三，丢！啊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啊，我又进了，你又进了，那我用黑色，一二三。今天的气球是不是很好玩呀？你也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哦。下一集哥哥姐姐要教大家折的是青蛙，小朋友准备好你的材料，色纸跟色笔。下一集跟着我们一起来折会跳的小青蛙，拜拜。